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。正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，食一个丰富的早餐是很重要的。今天就等我教大家整一个简单又好味的英式早餐 Egg Benedict， 即刻睇咩佢先。记得要快速搅拌形成漩涡，这样就可以令到蛋白随着水流转动包住蛋黄的啦。完成啦，望落个样好吸引啊，我即刻试下咩味先。切开班尼迪蛋，唔单止有流心的效果，而且再配上蛋黄荷兰酱，味道更加清新浓郁啊。只要掌握到少少的技巧，相信大家都可以成功整到。大家下次吃早餐，不妨试下自己整啦。Yoo-hoo！